给他吃苹果好了。哎，那如果这样子嘞，加五，加五，加五，这样子，来，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去浪费时间。我 low 好像昨天半又去签到了吧？啊，弓箭传说听说改版，有要更新那个多人合作，所以如果之前有玩的话，你们可以载回来，我们改天一起来玩。我是想太美了，因为有些 NPC。经验不一定会获取一样啊，我想说如果获取都一样的话，我们这样子大家都平均升等，有没有很聪明啊？啊，看来是我想太多。贩卖机，一个贩卖机。嗯，都还好。阿长安，哦，关台后还要去汇款。有一个升级六等的，我们去看看哦、喔。两个六等，两其他五等，看会不会加嘞？不会，我想太美了，随时没有用了，这没用了。啊，没用也好啦，换别的。另外一个神装出现了，这个也是会慢慢回血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活更久了。走，我们再去救人。
哎、欸，都圣诞节的巡路的人呢、欸？苹果肉，他是不是也想开台？哦，他真的是快吵到我快牙拱了哎、欸！因为那时候有在录影，可是他就一直吵到真的是录得很牙拱。赚点苹果啊，苹果不够了。因为我不知道幸存者最多可以几个，很气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我就问，大家好，我是繁星，今天要来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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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不应该把那个片段删掉的，因为我就是今天下午有偷偷录影，然后就是录到很气，就是把直接那个影片直接删掉了，而且还是从资源回收桶直接删掉，你知道我多气啊！哎、欸，我打到好东西了，电磁炮。我等一下给那个长颈鹿，不是长颈鹿啊，对不起，等一下给那个驯鹿用。啊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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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想试试看威胁等级到100，好像这个成就吧。难怪你升这么慢，给你这个啦。好，没新东西。29页了耶，29页了耶，超多。你看，慢慢放，慢慢放。
看怎么那只鹿走这么慢。哦，苹果，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蜜的记忆。嗯，我想说拿完了。拿完了，好了，可以聊天了。我喜欢你，你是的其实，如果那个胖子啊，再加那个另外一个僵尸跑很快会比较好，因为跑很快僵尸只是跑得比较快而已，打人不是很痛。最惨的就是你碰到那个会喷雾的跟会拉人的这两个，你就滚滚，反正就是他雾喷过来，你就不能在这边转了啊。不过防毒面具就 OK 了，因为那时候我是。那个打火机是地那个换子弹的时候地上会烧，然后就雾喷过来，结果我再把自己炸死，那最惨的。然后那时候觉得防毒面具比较好，因为你就不怕那个雾了，所以有防毒面具之后，那个雾的飞跟跑很快的这样子烧会比较安全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嘟噜嘟噜嘟噜，这不能换，这可以换掉了。换，我刚好看到啊。哦，不是啊，我刚好看到，不是医疗包吗？我看错了吗？刚不是有医疗包？我喜欢你，你是我的秘密。等一下哦，所有幸存者移动组数加13%。总本速度加10。哦，这这么痛哦！
对，应该要把那个换回来。医院，医院。还好，七加跑速，那是什么？减少伤害。我今天下午睡觉啊，然后我梦到我家那只狗狗竟然给我咬着薯条，然后就看到嘴巴怎么只剩一撮毛而已，我吓到，然后马上把我家那只狗的嘴巴张开，然后薯条就好像在玩躲猫猫一样看着我，我吓死了，然后就醒来了，不然其实我应该会更累，被闹钟吵醒这样，就是自己醒。有这个再配那个计算机好像也不错哎，会慢慢加伤害。我想继续刷出那个有个道具是好像玩家会那个角色会变狗狗，我是刷不到。那只鹿也17吨欸，那把闪电的枪真的是很恐怖。
有一把。欸，到100了欸，没成就。欸，死一只啊！不，看聊天室就死了一只。哇，看没有墓地吧？我们刷到墓地就可以了。十一只啊，玩过头啦！新能力，继续。